10,000元一尺樓，你知唔知道港大校長黃庚武啊？咁咧就原本個校長合約咧下年就到期噶啦。咁佢原本諗住話見證埋九叉先至翻返去澳洲啦咁樣樣嘅。啊，而家唔得啦，佢話下年校長合約一到期佢就要走啦。點解啊？因為佢冇錢買香港啲樓，佢買唔起，校長都要瞓街。咁以後點勸啲學生讀書呢？得啦，校長，得啦得啦，書中自有黃金屋，即係黃金屋書裡面係有嘅，現實係冇啊嘛。呢點你最清楚啦。啊，校長，阿媽叫我帶張籤俾你啊，條街凍啊。